大家好哈，好啊！今天也是多谢大家各位记者哈，大家参加这记者会哈。啊，有时候我们在诊间常听到的一个对话就是：哎，医师，我这边痛，医师，我这边痛哈。那有时候我们去追根究底哦，这些痛的来源哦，也未必都是局部，像是这里或是眼睛这里的局部痛哦。啊，我个人很喜欢看《未来日本台》哦，啊，有一出叫做《祖师医老师说》了，哦，啊，我很喜欢看这个节目哦，因为它会针对一个疾病哦，去追根究底，一步一步一步的抓出来哦。啊，有时候我们产生的一些局部的疾病哦，不一定是局部的啊的病灶所产生的哦，有时候是其他的一些器官或其他的一些地方所产生的一个引发的一个后续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我们神经内科啊李刚博李医师哈啊来跟我们进行的分享。那在准备分享之前哈，我先将以下的时间啊交给我们张佩蓉张副长。各位记者朋友午安哈，大家好。那今天是我们的记者会哦，让我们就是也是。重金礼聘啊，哦，先就是千呼万唤哦，才把我们网罗到了李刚博医师。李医师哦，他是成大医学系毕业，那不但是在临床上是一个好的医师以外，他也在学术上也是很有心哦。那也是在成大的临床医学博士班来毕业哈，哦。如果大家各位记者有对这个研究所有所认识的话，就知道要从那边毕业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哦。因为就是成大就是一个很严谨的地方哦，这个不是只有医术而已，他还要看你做学问的态度跟能力哦。那还要发表很多很好的文章哦，医学文章。那你是通过这些层层关卡哦，那本来是在我们的仪器的医大医院做服务哦，那但是我们这个肥水不可以流外人田呐，啊，哦，我们这么优秀的台南子弟哦，在成大培养出来，我们当然一定要让他回来服务我们的乡亲哦。那很高兴我们在今年哦也请到李医师的走本哦，那加入我们神经内科的团队，那在这些多年的一些学经历上哦。有一些有趣的或者特殊的一些状况啊，可以跟记者朋友再分享哦啊，借由记者朋友们替我们发声哦，传达这些讯息，可以使我们台南的乡亲哦有接收到这个讯息，也许就帮助到他哦。我想到这是我们跟记者朋友们可以互相为我们台南的所有的乡亲们所做的一个。医疗上面的贡献，哦，啊，我废话不多说啊，好，哦，把剩的时间都交给我们医师，好，哦，那谢谢大家。谢谢部长介绍。那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刚博医师。那稍微一点点更正，我是目前就读于临床医学研究所博士班。那未来如果有相关的研究上面的更进一步的，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我目前任职于就是我们新竹医院的神经内科，那下面是我的之前的一些学经历。我曾经在就是台北荣总以及说高雄长庚医院都有做过相关的次专科的进修，并且有在出国做一些相关的见实习的部分。那目前很高兴可以回来我们台南，为各位就是在台南这边一起奋斗，一起为乡亲做服务。那首先今天给大家一个抓笔的是我想要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症状，但是是一些不常见的疾病，但是是一些重要的疾病。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头痛。头痛这件事情，相信各位大家在文明病的洗礼下，大家都会有一些头痛，有人觉得自己是压力大、睡不好导致的。但是其实有些头痛其实是一个更，可能是一些更严重的疾病，或者需要一些更正确的治疗的疾病。第一个病人24岁女性，她头痛或眼窝疼痛数月，然后伴随着眼睛的有一些眼部的症状，并且也
些睽睽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看东西模糊的感觉。平常多半于药局单纯拿止痛药，那这就跟我们常见的市民朋友一样，就是也忙了也没有时间来医院，那就是吃个普拿特，吃个1:1啊就算。那只是因为在药局拿药之后，反复几天，就是都效果不佳，所以才来到诊间。那么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很明显是有一个眼凸的症状，当然在当下的话是没有很明显的眼睛转动的一些异常，但是病人就觉得说转动的时候会有一些肿胀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疾病的话，后续在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我们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甲状腺亢进合并甲状腺炎症的一个疾病。甲亢的病人因为这些抗体的攻击的关系，会导致说在眼睛的动眼的肌肉也会有一些肿胀，膨大的现象，而因此导致说它可能会有相关的头痛的情况产生。那以网络上面的话，一些欧美的一些资料发现说，右边这两张图可以发现说，这个病人相对起来更为严重，眼凸的情况，以及说在它比较常见的是我们内侧的内直肌的部分会有一些膨大的情况。那这些疾病的话，基本上我们不能单纯只吃止痛药，我们需要的是去控制它的甲状腺的疾病，并且在急性期的时候，应该要给予他类固醇治疗，然后密切追踪他甲状腺的亢进的情况。治疗好他甲状腺亢进之后，他的头痛理论上会改善，他眼睛转动的不适感也会有所改善。当然，像我们这个病人来讲的话，他目前虽然说他头痛改善，甲亢的数值说起来也是有改善的情况，但是他眼凸目前还是有存在的。那这个眼凸如果说未来在控制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有的话，可能需要再转接到进一步的就是像是整形外科医师做相关的处置。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先有正确的诊断，才可以给正确的对症下药，而不是单纯的在坊间拿止痛药做一些疼痛的控制。第二个病人也是另外一个近一个月33岁男性，近一个月的突发性头痛合并复始。那头痛的话，这一次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两个病人都是以后眼窝疼痛合并眼睛转动困难为主。那这个病人的话，他有一些更大的问题是他眼睛转动的话，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图看到说，他在眼睛向外转的时候，其实两只眼睛向外转是有一些困难的。那我们所谓向外转有困难，一般比较好的治疗方法是说，他往外转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完全盖住自己的眼白？当然，有的人可能会差一点点，但是如果搭配说他外转的时候有复视，就是看东西像样的情况的话，那就代表说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异常。那后来住院之后，我们找过眼科医师啊，确认说他是双侧的第六对脑神经麻痹。双侧第六对脑神经的麻痹，我们知道控制眼睛的肌肉总共有三对，在我们颅内神经总共有三对神经，六条神经在控制我们双眼的协同运动。那双侧第六对脑神经麻痹这件事情，到在神经科的角度代表说，我们担心它颅内压，就是它脑压是有过高的可能性。那脑压过高这件事情，会担心它是不是有感染，是不是有发炎或者其他的颅内的一些异常。因此后续帮他在追踪影像之后，我们发现了在左脑接近基底的部分，我们发现说它有一些不正常的发炎组织的产生。那这些不正常的发炎组织就会导致说它颅内压增高，并且导致说它动眼神经的障碍，以及说他有一个高脑压性的头痛。那这个疾病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疼痛性眼睛麻痹 painful subfovea 的这个疾病，或者说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托勒萨汉轻症、特洛萨汉特症候群。那它的话就是一个颅内的自发性的一些发炎性的疾病这个样子。那可能会伴随着其他的全身性的发炎反应，就是全身性的自体免疫的疾病，包括说横关性狼疮，或者说是一些肉瘤，就是 sarcoidosis， 或者说淋巴瘤等疾病。那这些都是要我们知道说他的头痛
不是一般的毛孔，它在影像上面我们有发现说它是有异常的，那再进一步去做鉴别。那治疗的话，以这个病人为例，我们给他高剂量类固醇治疗合并之后的口服的类固醇之后，他的头痛是有良好的改善，那他的动眼的障碍也是有良好的改善的。那这边提到的海绵窦血管壁非特异性肉芽肿发炎反应，就是我们这个疾病特洛萨胖常特症候群。那它的所谓的海绵窦就是这个位置，那这边就是我们在影像上面看到这些不正常增生的组织，就是它发炎组织。那有这两个头痛的病例啊，跟大家分享，就是头痛并不是单纯在外面拿止痛药，当然很多头痛是查完之后没有什么异常，没有看，只有体质性的头痛，但是也是有一些头痛是需要进一步来做检查的，而不是单纯吃止痛药啊，来压抑这个不舒服。那接下来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些包括说眼睛的部分。眼睛我们知道刚前面讲的两个动眼的问题，那有的时候不是动眼的问题，是眼睑下垂的问题。如我们案例三，53岁的女性，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她两只眼睛以左眼的眼睑下垂为主。那她左眼眼睑下垂已经好几个月了，她曾经贴过双眼皮贴啊，或者说做一些化妆上面的治疗，她想要去遮盖这件事情。甚至他也有找过眼科啊，会说这个眼睑下垂是不是跟眼科相关啊？但是就当然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的情况下，所以才来到神经科来就诊。那来到神经科就诊，我们发现说他眼睑下垂是以单眼为主，那没有伴随着像前面两个疾病有头痛的情况。后续的检查的话，我们发现说他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什么叫重症肌无力呢？重症肌无力的话是一个神经肌肉结合处的一个自体免疫疾病，它的话是身体会产生一些不正常的抗体去攻击我们神经肌肉结合处的交接处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攻击之后就会导致说我们的一些肌肉上会有一些无力的产生。那这个无力有一些特点，它好发的话有一些人就好发在眼睛的部分，那以眼睑下垂做表现。那它的无力的话比较特殊的是，它的无力是会波动性的。所谓波动性的时候，通常会一个早上起床特别好，但是到下午到晚上的话就特别的就越来越无力，越来越差的情况，并且它在休息之后会有显著的改善。那这个疾病的话，我们想要推广往外推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说上班一整天回到家很累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就是有发现怎么会全公司的人就只有我自己这个样子，那或许这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而不是说是一定是老板给我太多的压力，而是可能有一个 underline 就是在背后有这个疾病的可能性。那这个病人后续的话，我们帮他做了这个重症肌无力相关的检查，包括上一张的检查是我们神经学的重复刺激，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他有明显的就是降低的表现，那这是代表说跟重症肌无力的表现相当。那重症肌无力刚刚有提到，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身体会产生一些不正常的抗体，所以说我们那这个抗体最有可能的是跟我们胸腺瘤有相关，所以说我们后续帮他追踪的一个胸部的电脑断层，也同样的发现了在心脏前面这边有一个胸腺瘤的产生。后续的话，他在接受类固醇脉冲治疗以及口服的类固醇，说后续的其他治疗之后，他的眼睑下垂是有改善的。那如果这些病人的话，当然他除了说类固醇治疗的话，在有时候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做血浆置换或者免疫球蛋白的治疗。那院内的话也是有免疫球蛋白的疗法可以使用的。那当然这都要看当下的情况来做进一步的处理。但是跟大家提这个 case 的话，就是如果说就是有不正常的眼睑下垂，或者说不正常的一些无力的情况的话，或许我们需要去考虑它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疾病这个样子。那接下来的话是第四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的话是34岁，病人是越来越一样是一个年轻的女性。那近一个月来的话，反复的右侧单眼突发性的视力异常，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眼睛的问题、头痛的问题。
就是要跟大家说，这个背后的机转其实很多样，那都需要神经科的层层的抽丝剥茧。那近一周的话，他除了眼睛发生异常之外，近一周我们发现说他有反应力下降，然后以及说有一些就是变得比较缓慢，并且说来到医院的时候发生有左侧的嘴角歪斜啊，左手轻微的麻木感，所以来到医院做就诊。那我们要先了解到是单只眼睛突然看不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黑蒙症，这个需要担心的是不是一个中风的前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颈动脉往上走，然后分内颈动脉和外颈动脉啊，它会去供应我们视神经的一些视神经的血管也是从这一条分支上去的。所以说，如果在颈动脉有严重狭窄的病人，就有机会导致说单只眼睛突然之间的一些视力上面的丧失。那病人可能会形容他像是看东西看一看，突然就像一个窗帘就暗下来了。或者说就像一个帘幕就从地上升起，那就是单只眼睛的一些看不突发性的看不到。这个黑蒙症我们就要担心它是不是有严重的颈动脉狭窄。那这个是网络上崔元生医生就是在网络上提供的一些图片。那后续的话我们也发现说这个病人我们看到就是在右侧的内颈动脉很明显的是一个没有显影的部分，代表说他真的有一个很严重的右侧的内颈动脉狭窄。那左侧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在远端的内颈动脉其实也有一些严重狭窄的情况，这是在核磁共振上面发现的。那如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他在一个月的反复黑蒙症之后来到医院是因为他终于中风了，他有一个左侧的轻微的无力，然后反应功能变差。那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右侧大脑的话有一个急性的脑梗塞的情况。那病人的话有一些三高，那三高的话这他本身也不知道自己有三高，所以这些东西的话三高并不一定会有其他的前驱症状，它有可能直接就导致我们脑血管或者说心脏血管的问题。那最后的诊断的话，这个病人是毛毛样病合并急性脑梗塞。什么叫毛毛样病呢？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年轻的女性，那我们发现说她在两侧的内颈动脉都有严重的狭窄。那毛毛样疾病就是相关，就是这个情况。它的话是一个日文的名词，是一个毛腰弯的意思。就是毛腰弯的意思，就是在形容说在远端的内颈动脉狭窄合并不正常的血管增生。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说它很容易的，就是血流不畅通，导致说脑梗塞。那当然，它也有可能因为这些不正常的增生血管导致说脑出血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去及早发现的。那如何及早发现？就像我们这个病人，如果说他在一个月之前就有发现说这个突发性的黑蒙症的情况，能够及早来到医院啊，或许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治疗下就可以阻止他真的变成脑中风的发生。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了头部，看了眼睛，看了脑部。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常见的疾病，手脚麻。那麻的话，基本上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说法，包括说麻麻、颠颠啊、茶茶啊、不烂啊、卡住黏黏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形容词。那麻这件事情到底背后的机转是什么？有的人听到手脚麻，就觉得说自己一定是脊椎退化、压迫导致的手脚麻，就跑去了外科。那有的人呢就觉得说这个一定是退化，就是正常的老化现象，就是不处理。那今天跟大家提了以下有几个 case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手脚麻木的情况其实是远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复杂。第一个是37岁的女性，三个月以来渐进式的四肢麻木，曾经去过复健、按摩、无数管，然后到药局买过药啊，也吃一些补充营养品，包括说我们做一些 B 群的补充，但是药物效果都不佳的情况下，所以来到医院就诊这个样子。那神经传导是我们神经科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检查，我们可以在借由各用电来刺激我们的手脚的运动神经以及感觉神经。那电完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它比较像是脊椎的压迫，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根病变，或者比较像是多发性的神经病变。
就是以每一条神经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多发性神经病变又可以再进一步区分它是不一样的类型。那每一个亚型的话，基本上都有可能会代表另外一个它背后的病因机转会有所不同。那不管怎样，这个病人我们就知道说，在手脚酸麻其实不止等于说它是一个脊椎的压迫，那它是一个多发性神经病变的情况。那我们在进一步做一些检查之后，发现说它一样是一个自体免疫导致的多发性神经病变。那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 SSA 就是这个 SSA， 抗体是一个大于240，是一个高强度的阳性的情况。那 ANA 这是另外一个自免疫抗体，也是1:640，也是一个高强度的。所以这些抗体的话，它是一个。它代表的是，或者它是一个休格兰氏症或者我们所谓的干燥症的一些症状的抗体。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检查是有在进步的，检查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其实有一些更多的自体免疫抗体，它可能不会攻击我们的身体的其他地方，不会攻击我们的像是休格兰氏症会有一些干燥症的表现，不会攻击我们分泌的腺，它会单纯的攻击我们的一些手脚神经。那这个是目前就是业界有在提供的一些自费的伤的检查。那这也是目前在神经学一直在日新月异，我们想要去了解到底是哪一些抗体会来攻击我们的周边神经。那这些攻击之后，代表它背后可能有一些是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有一些是癌症相关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近几年的一些比较多的发展。那不管怎样，这个病人的话，他是一个休格兰氏症和一个多发性的神经病变。那这上面的话是就是文献上面告诉我们的资料，它就是一些神经被这些抗体的攻击导致的他的神经的不正常的退化。那我们要知道休格兰氏症干燥症，大家都会想说，我要是干燥。就是口干、眼干、手干，就是这些腺体分泌不足，才会是干燥症。但是其实干燥症比我们想远远想来的复杂，它其实就是一个自体免疫的问题。那它可能会以单纯的多发性神经病变作为表现。那后续的话，病人在转介公司或在两科配合下。他的干燥症的指数下来之后，他的神经也是有所改善的，他的麻痛的这些不适感也是有所改善的。所以说这个病人如果一开始一直都在做复健，或者一开始先去了去到国术馆，然后国术馆跟他说你有骨刺之类的问题的话，或许他就没有办法及早发现说他其实是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在作怪。那我们帮他找到这个问题，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的话是一个56岁的男性，那他相对起来的病程相对起来比较久一点，那3年多了，渐进式的四肢的麻木。那这边要另外要跟大家分享是麻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有的人会以无力也以麻来做代表，所以这就是需要神经科医师以及说就是我们这个做相关的鉴别，他到底是感觉的问题还是运动的问题。那最初的话，他觉得说走路无法脚踏实地，就是惊楼扑扑，惊楼查查。那打点借回来呢？那接着的话，他就觉得说有一些紧绷感，然后接着在近半年来的话，开始手也出现了症状。你怎么可以发现说，以这个病人来讲的话，他是以下肢为主，啊，渐进式的也影响到他的手部。那我们可以从他的照片呢，我们发现说他有严重的肌肉萎缩，包括说两只大腿的萎缩。那以及说我们看他的手，不管是远端的手的就是虎口的肌肉的萎缩，以及说近端的肩膀的肌肉也都有一些萎缩的情况。那我们看到萎缩，大家就会很直觉的想说自己是不是肌少症。那当然肌少症是一个症状，那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老化就有可能肌少症啊，没有运动就有可能肌少症啊。但是其实就像这个病人，他并不是因为老化的原因，他也不是因为单纯没有运动的原因，因为他其实这三年来很努力的去做运动，但是他就是越来越瘦。那接着我们终于帮他，就是他后来有后续有住院做一些检查。那后续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他神经传导是看到我们的脱髓鞘性的多发性神经病变，那就是我们
神经周边神经的话，它其实就像电线一样，红线在里面是我们的神经元，神经元的突触，神经元的纤维，外面裹着一个束绝缘体，帮助它让它不要漏电。那绝缘体呢，就是我们的髓鞘，脱髓鞘性就是那一种绝缘体受伤了。那绝缘体受伤的情况下，神经传导就会出现异常。那后续的话，以及说心脏检查，我们发现说它有轻微的颈椎的压迫。所以说，这个病人如果一开始是先到骨科啊、外科啊，或许我们会看到这种东西，然后去开刀，然后开完刀之后又再做几个月的复健，一两年的复健都没有好，然后就有可能会有相关的延误。所以说，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情况的市民朋友的病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要神经科也可以来做进一步的评估、鉴别、诊断这个样子。那不管怎样，最后的最后，它是一个诊断，是一个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变。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变是一个不正常的蛋白质沉积在我们的手脚的神经，沉积蛋白质在神经之后，它就会导致神经功能、神经的髓鞘受损，神经的纤维受损，最后导致说像这个病人的无力啊，然后以及说手脚的麻木的情况。那这个疾病比较不好的是，虽然说我们在经过一连串的检查之后帮他找出了病因，但是以目前来讲的话，他的治疗是很有限。当然目前国外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抗体的治疗，那这也是我们可能院内需要再努力的方向，但是以目前的话可能只能以症状的治疗为主。但是我都知道有些疾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我们总是要给他一个答案，而不能告诉他说他就是一个有一个答案来，总是会比没有答案没来由的就不明不白的退步、不明不白的生病来得好。那最后，那以上是我在这几年的从医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我觉得是一些常见的症状，但是一些各个代表它不同的疾病。那这些疾病或许可以治疗，或许不能治疗，但是都需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解答。那接下来的话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神经科两大宗的疾病。第一大宗当然就是我们的中风。那中风的话，这个要跟各位记者朋友以及各位市民朋友报告，就是这个是国家的我们所谓的 FAST。我们要知道说中风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包括说脸歪、嘴斜、手脚无力，通常是单侧。那再加上说讲话来得不清楚，那 face、arm、speech。P 的话则是 time。发作的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记录。当然这个东西是我们在国语或者在华语上面所说的。那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台南市政府自己有做一些宣导，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上面祈祷我们在讲的，就是水歪少年在家楼卡歪歪这个东西，我们是要提供干洗工刀六工啊，我们提供哦，我发现因为在临床上面我们常常看到说白天我们的洗澡啊，就在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就觉得哦，那我这样子不方便，那我的家人又在外面工作，那这样子我是不是等到晚上家人回家了之后，我再跟他说要不要给你怪怪，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中风的 timing 是非常重要，中风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中风的时间就可以影响到他后未来的能够接受什么治疗啊，以及说他的预后。所以说要跟大家了解，就是 time 是很重要的，时间是很重要的，有发生的话就要赶快打119，赶快送医做进一步的检查。为什么时间这么重要呢？是因为这两个图，左边的话是我们的脑血栓的溶解剂，这是一个静脉注射的溶解剂，那在中风后的3个小时或者4.5小时内都可以接受注射。目前健保的话是3到4.5小时，在特定的情况下面的话可以自费施打。3个小时以内的话，如果没有其他心肌症的话，是健保可以施打的。那打了之后的话，可以增加1/3的中风预后的良好的情况，增加1/3进步的情况。那右边的话是比较更侵入性的治疗，右边的话是直接去把脑部栓的血栓去拉松了，左边是我们静脉的溶栓，右边的话是我们动脉的血栓。
那动脉血栓的话，健保上面也有它相对应的适应症，包括中风的严重程度要达到几分以上呢？那以及说在影像上面证实说有大血管的阻塞，那但是这两者到底能不能使用，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说发作当下有没有赶快来到医院。如果说发作当下就觉得说我们在家里先休息看看好了，有人发作了觉得说那应该休息，然后先去滚着，隔天早上发现哎，怎么还是不会动才送过来，那这个时间上面可能就有所 delay 了。那接受治疗之后，就算可以接受治疗，它的效果一定也没有刚发生马上发现马上处理马上治疗来的效果来得好。那为什么中风这么重要呢？是因为中风之后的话，除了说他四肢无力的话，另外一个常常被大家忽略的是中风后的认知功能障碍。高达30%到一半的病人的话，可能会有中风后的认知功能障碍。我们从右面这张图可以发现，就是认知功能在中风的当下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认知功能异常。那有的人可能会进步，那接下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有一些进步。那有的人进步可能进步一点点，就没办法恢复到他本来的认知功能。那有的人可以恢复到他本来的认知功能的地方，但是他后续的话进展。就是他的认知功能的退步也是比正常人的老化的退化来的严重。那有的人则可以是完全的恢复到他本来走一个老化的步骤，而没有中风后认知功能障碍或者中风后失智症的情况。那些为什么中风后失智症有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排除他中风严重程度啊，以及说性别啊，以及说他出院的手脚无力的情况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说中风后失智症是对于这些病人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死亡率，单纯的中风后失智症就有可能导致中风后的预后较差。那包括说它的危险因子的话就在这边，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在中风后失智症的治疗有一些比较好的比较好的治疗，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讲到失智症，到底什么是失智症？那这边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失智症的一些常见的早期失智症的一些常见症状。第一个症状是记忆力减退到影响生活。那我们大家如果我们有印象上一个图的话，中风后认知功能的那个最上面那条线，它其实也不是直的，它是一个缓慢的斜坡向下。缓慢斜坡向下这件事情是人的正常的老化，记忆力或多或少都一定会稍微慢慢的变差，那这是一个退化，是不可避免的一条路。但是如果说它的退化影响到生活，包括说常常重复发问啊，或者说如果是有在买菜的患者，发现说哎，今天买了一袋蒜头，明天怎么又去买了第二袋蒜头，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家里都是蒜头的话，那代表说他根本记不得自己买了蒜头这件事情。重复购物，然后以及说或者说他本来有吃慢性病的药，那我们家人或许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慢性病的药可能半个月的一个月的药吃了一个礼拜就没了，他可能有重复吃药的情况，或者一个月的药要回诊前才发现那些药怎么都还在那边，那有忘记吃药的情况。那第二个的话是无法计划事情或者解决问题有困难。那就包括说如果是我们的家庭主妇，那本来在她可以每天很好的分配自己的时间，早上要做什么，然后接下来要可能处理家务，然后接下来要煮饭，然后这个时间可以处理得很好，或者本来有在上班的就是比较年长的上班族，本来在公司上面的话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接下来他的一些就是他的后劲开始发现说他要解决他要下指令的时候开始有一些问题。那第二点跟第三点的话基本上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他本来会做的那现在渐渐的不会做的。那第四点的话包括说对时间地点感到困扰。对时间地点感到困扰并不是单纯只说他不知道白天或者晚上，或者说他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那因为有的老人家真的他没有
没有在看日历的话，可能不会了解这些事情。但是他们通常会了解说，哦，最近要可能要就是今天是要去上教堂，或者说最近可能需要拜拜这些时间点的这些重要日程的时间点，如果开始有一些混淆的情况，那以及对地点的混淆的话，我们都知道，其实新闻常常在报老人家自己去山上，搬地顺，准备搬地顺的时候的话，我想要看铁。这其实在我们曾经会看到这些新闻，我们都会觉得那其实不是模型啊，其实它应该是有认知功能退化，导致说它就算它熟悉的环境，它也认不出来，导致说它找不到路回家。那第四点和第五点的话，有的人对于空间感的话，并不是这种大的空间感，而是对于自我的认知出现了问题，他看得清楚，无法认识自己镜中的人是自己。啊，第六点的话，就相对起来会稍微再严重一点。前面三四个，它应该是比较早期的症状。第六点的话，开始在有一些言语上面出现困难，或者说书写上面出现了困难。那这个的话，也是早期失智症，但是相对起来就会更严重一点，并且会让我们担心是不是在左边大脑的话有特殊的病灶产生。那第七、八、九、十的话。东西错失，可能跟他忘记了，或者是他无法判断这个东西放在那边是否合适，来的有道理。那接下来的话，第九点跟第十点的话是，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家人，他曾经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很喜欢去参加活动，但是接着开始有社交退缩，那以及说情绪上面的改变，或者说他没来由的，并不是说公司上面对他有什么样的。有什么过度的举措，但是他就觉得说他不想要再做了，他想要离开这个职场，变得很被动，对于各项的活动啊、嗜好啊都没有相关的兴趣，并且说本来是一个很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现在变得很容易易怒啊，情绪上面变得很不稳定。这些族群的话，有时候会先去到精神科，然后被诊断可能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或者是急性的精神病啊，但是他有可能下面的他是在走一个认知功能障碍，走一个失智症的进程，那只是他一开始他的记忆力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他是以这两点做表现，而这些都需要来到神经科，来到失智症门诊来做进一步的检查，那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诊断。因此这十点的话是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失智症的十大警讯。那当然失智症来到门诊之后，还会接受很多的进一步的检查，包括说我们要排除是不是脑内有一些异常啊，包括说是不是反复的一些小中风，或者说有长东西，像是长脑肿瘤啊，或者说他有很严重的脑萎缩，从萎缩的位置我们可以初步的判定说他大概是哪一种类的失智症。那以及说我们会帮他做脑波，确认说他是不是一些非抽筋性的，就是非常直性的一些癫痫发作，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的表现。那并且我们也会帮他查询一些可逆性的认知功能障碍的原因，包括说他是不是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的异常等等。而这些东西都是要这些病人要能够知道说自己是不正常的，要能够愿意出来接受医疗上面的治疗，才有办法帮他对症下药。而不是单纯觉得说自己是年纪大了就应该长这个样子，就像我常常跟来到门诊的病人说，你看那个他们有的老人家会觉得说自己这样是正常的，就这时候就跟他说，你看李登辉啊，看郝龙斌啊，这些人都到八九十岁，其实他功能都还非常的好，所以说并不是说老了就一定要变得很笨等这个样子。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各位记者朋友，谢谢大家。好，我们分享，谢谢李医师非常精辟的分享哈。那针对李医师今天分享的各位记者大哥大姐啊，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跟李医师做交流和讨论的？李业记者，李医师你好，我要请教那个眼睛复视这个问题哈。第二例跟第三例，第二例那个33岁男哈，他是突发性脑。头痛合并复视，第三例是女的，53岁，眼睑下垂合并复视。那这个复视，他们两个案例哈、哦，
是单眼复视或者是双眼复视。那如果是单眼复视的话，它会是一个神经问题或者是单纯的眼睛问题。那双眼复视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啊？因为这个第三例这个女性啊，她是先到眼科再到神经科啊，那就是要请教说单眼复视跟双眼复视的一个意义。谢谢。谢谢记者朋友的提问。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精准。那复视有分两种，就跟视有分四种一样，复视分两种，分单眼复视和双眼复视。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单眼复视就是一只眼睛就看到两个影子，比较像是眼科的问题。那以我们这两个案例来讲的话，它都是两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才会变成复视。我们知道看东西为什么两只眼睛看东西会一个，它共轭视，它眼睛是共轭的情况下，它才有办法看在同一个点上。那如果说其中一只眼睛转动有问题的话，另外那只眼睛画汤了，它就会产生双眼的复视。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眼睛转动的话，是依照是有脑神经，就是我们颅内神经的三六条神经来做控制的。所以说以双眼复视的话，就会比较让人担心是不是我们神经科的疾病。那包括说颅内的异常，像是我们第二个病人，以说第三个病人是神经肌肉结合处的异常，中的肌肉也异常。好，那以上是跟记者大哥回答。那再请教一下那个，所有的复视跟这个双眼无法聚焦，这个有没有相反？就是说我在看正常人在看的话，我双眼可以聚焦在一个事物上面。但是如果说当我的双眼没有办法聚焦的时候，那个算不算复视？我们所谓的没有办法聚焦，基本上我们就会觉得它会有复视的情况，就是它看东西没办法看到一个点，它会看成一个点，会看成两个点，那基本上就觉得它是一个双眼复视的情况这样子。那当然有的病人他并不是会很明确说他复视，有的人会说他看东西一只眼睛看都很清楚，但是两只眼睛看就模糊，他会以模糊来做表现，就是他的东西没有分到让人家觉得他是两个，但是他就是从一根变成糊掉了的感觉。那这代表说他也是有对焦的异常，那也通常我们会担心说他是不是有眼睛转动的问题，有就是那以我们神经科的问题这个样子。谢谢。好，徐记者。刚刚有提到那个中风跟马步阻塞的问题，那有提到说有一些症状会有眼部啊、脸部啊，或者说手脚麻痹啊，那这些有这些症状出现的话，那哪些应该是找那个神经科呢？好，那谢谢许记者吧，谢谢许记者提问。那我们以哪些症状是需我们这样说好了，哪些症状发生一定要马上去急诊，就是哪些症状我们觉得说它看起来非常像是中风，需要抢时间去做治疗的话，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 FAST 的 FACE 眼歪嘴斜 ARM 单侧的手脚无力，然后 SPEECH 就是讲话上面口齿不清，或者说嘴歪超脸呆，然后他歪歪就是走路的一直往某一边偏，单侧肢体无力，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觉得说是神经科的疾病没错，但是它是需要就是立即得到处理的。那这部分就是可能需要先到急诊科来做相关的检查。那接着的话，如果是神经科的疾病的一些那其他神经学症状，包括说肢体的慢渐进式的麻木、渐进式的无力，比如说刚刚我们讨论过的到底是双眼的复视还是单眼的复视，那如果是双眼的复视的话，这些东西的话也是我们神经科的范畴，但是这些疾病的话就可能是在门诊或者说是门诊看完之后可能有一些进一步侵入性的检查需要住院来做处理。那在当然在检查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说他有的病人并不是多发性神经病变，而是神经根压迫，那我们就会看神经根压迫的程度来去决定说这个病人后续是做复健的治疗，
还是需要转介给外科同仁来做进一步的减压手术。以上报告，谢谢。我再这个问他了，就是有些不是很紧急的事情，不需要进急诊，比如说电视上在讲的，那个阿妈她裂有一个从玩具到的裂开，她说阿妈阿裂开了，然后尴尬，看这个手脚手脚麻木的，或者说刚刚有看到是不是长齐了那个四大警区。那这些的话，刚进入警区的话，是应该找，应该不是到急诊科吧？他不是早期的症状，然后应该是先到什么科，或者说就是直接。以神经科医师的角度，上述这些症状，其实我都会建议说先来我们神经科，我们做初步的判断，然后做相对应的检查。那如果他证实他是有多发性神经病变，那当然我们要去查他背后的原因，控制他的慢性病，控制他的自体免疫疾病。那如果说检查之后他是神经压迫的问题，那我们去看压迫的东西到底是要转介骨科，转介神经外科。那绝大多数的轻微的压迫，其实以神经科的观点来说，并不需要接受到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之后，也是有一群病人来讲，其实是会有症状恶化的情况。那提出最后的话，刚认知功能障碍这件事情的话，认知功能障碍的话，当然我觉得直接来神经科会比在外面就是在坊间可能先去买一些活脑的药啊，或者说买一些增强循环的一些药品会来就是健康食品会来的有效。那么来到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可以排除说是不是脑部有其他的问题，以及说找到它比较像是哪一种失智症。那不同失智症用药上面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并且在控制它，如果它是有一些精神症状的话，控制上面来讲的话，应该会比把病关在家里，或者说就是来得好一些。那以我们科的角度，当然会希望说有相关症状的朋友，都来我们科来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任何问题要交流？好，这样的话，那。